老婆。你在恨我吗？对呀、啊。对不对，老婆？盘点用各种称呼喊女友时的反应。Number one， 小三叫女朋友不同场合，青铜吧。我能打个游戏吗？你才打完，电脑才关，主机还热着呢。哎呀，他们又叫我上线。不行，给我歇着。黄金，老婆，帮我拿一下遥控器，快点，小三。你叫我什么呢？老婆。你再叫我什么呢？老婆。不好使，自己。啊、不吃这套，王者。能帮我接杯水吗？啊，我不想动，你自己去。还是他妈？瞎闹什么呢？奶奶热的。看你、啊，还是他妈？啊、Number two， 给你买个这个吧。谢老板。嘿，老婆你真好。你喊谁呢？这还有别人吗？我当然喊你了。哎，老婆，哎，老婆。你疯了？这么多人呢，干嘛？哎，老婆。老婆，我扶着你走吧啊！啊，哎，小野，我老婆走有点慢，你别介意啊。我不介意啊，一路吧，不介意。慢慢走，放开吧，吃不了后不能乱叫。我看你也挺喜欢的呀，吃饱了吗？没有了，我要加杯豆浆。哎，您好，哎，您好，您帮我老婆加杯豆浆。啊，不好意思，我没有听清楚，您说什么？他说的，让你帮他老婆加个豆浆。啊，好的好的，不好意思，老婆您加一杯。大型社死现场，亲爱的老婆。Number three， 哎，帮我倒杯水啊！你叫我什么？喂，我没有名字吗？哎，帮我倒杯水啊！自己去。黄金，宝宝，干嘛？我有点饿了，家里有吃的吗？哎呦，我都要饿死了，你给我弄点吃的呗。这有个小零食。你就这点喂猫都还不够呢。这里牛肉干昨天他买了，先拿着吃吧。要是想吃什么，我再给你。嗯，谢谢宝宝，宝宝真好。有事就知道宝宝真好，没事就是喂。王子，老婆啊，叫什么？老婆呀。嗯，老婆，我想喝果汁了。我去给你打。哎，等等，老婆，我想喝可乐了。啊，有，我给你拿。Number four。哎，我钥匙好像忘记了。那你去拿一下吧，我在这边等你啊。你帮我去拿一下呗，金姐。哎呀，你自己去嘛。老婆，你帮我拿一下嘛。等着。很好吃的。啊。哦，好棒。你慢点吃，把嘴巴开开。慢一点。谢谢老婆。那么破点吧。金姐，我还想吃这个。那老婆给你买、啊、不要了、快快老婆我们走吧，今天回家了。 啊你干嘛呀？老婆，我们一会儿去看桌子吗？你叫我什么啊？哎，周周，我老婆一会儿想看看桌子，你没事吧？没事，你们想看什么就看什么。哎，烦死我早。干嘛？叫什么？你这么能随便叫吗，老婆？可是看起来很开心。Number five， Number six。哎，老婆，可以帮我倒杯水吗？你刚刚叫什么？老婆啊，怎么了？哎，要不要喝水？哎，好嘞，佑哥。哎，你叫我什么？优格啊，怎么了？你不是叫我老婆的吗？哦对哦，老婆给我。烫不烫？不烫，你不是刚吹过吗？那你要一辈子叫我老婆？这可不一定啊。啊？你是不是不爱我了？是，哎呦，孩子他妈，你想啥呢？Number seven， 一次喊女朋友为老婆时，老婆。叫我什么？老婆，不是还在啊？早是早了点，这不是太想你了吗？你刚刚叫我什么？老婆啊。你再叫一遍。老婆。声音太小了。老婆。再叫一遍。老婆。老婆。老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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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Number nine。老婆。嗯。你干嘛？你猜。
喊那么大声吗？没事啊。没事儿，大庭广众之下的。没关系，没关系，这家要不要点那啥了你？啊，好好好。老婆，我要买这个。天啊，羞啊！要买哪个？我买这个大的。这个。买。老婆，我给你买了你最爱吃的面包。别喊了。真的。哎，老婆，你忙什么呢？啊，我忙工作。你叫我什么？老婆呀。刘正义，咱俩才在一起多久啊？你别瞎叫。那我把你当老婆，为啥不能叫啊？哼！老婆。别当着人面叫。怎么了？你怕别人知道你是我老婆呀？我是你女朋友，不是你老婆。那谁是我老婆？我怎么知道？那你想不想当我老婆？Number 10. What did you want to do today? Today? Yeah. I don't know. Hold on, let me see this. Hello? What's up? Wait, what time? I don't know, bro. I'm hanging out with my wife today. Yeah, I can let you know after. Alright, sounds good. I love you. What's up? I love you. What? You called me your wife. You never say that. You are my wife in the future. You know, tell your friends. So? Doesn't mean you're my wife. Number 11. 喂妈干嘛？我没干嘛，我跟宝生一个小姐帮我打电话。我跟我老婆正准备去吃饭呢，吃火锅啊！我问一下吧，宝儿，你想吃火锅吗？啊，不行！我突然想起来了，我老婆这两天吃不了辣的，明天回来吗？但明天我答应陪我老婆看电影呢。啊，行，那就这样，有空了再说吧。啊，拜拜。你咋了，宝儿？他还没怎么走，快吃饭。当我求婚后第一次叫老婆。老婆。老婆，Number 12，妈先不跟你说了啊，我跟朋友在一块儿，就普通朋友，挂了。哎，不是，怎么了？怎么他妈走了呢？啊，怎么还生气了呢？普通朋友。对啊。阿姨不认识我们，为什么说是普通朋友？我们不是普通朋友吗？我们是普通朋友吗？是普通朋友吗？我不是已经快成你女朋友了？什么？我说我不是你女朋友吗？妈，你听到了吗？从没有见过几被你闹掰了怎么办？说错了，不是这意思啊！弄掰的话，下次洗狗又不方便了。